慈济在香港新界大围举办社区见解，暌违一年半，由宝良局朱静文中学无偿租借场地，更有十多位刚考完大考的学生主动补位当志工。我们很多年以后的那一天，也会可以像今天这些老人一样，感受到温暖，感受到晚辈们的关心，还有他们对自己健康的态度。几多下朝早嘅时间系好辛苦，但系我完全觉得冇白费我嘅时间，因为我觉得好开心，可以帮到好多老人家。其科别从西医到中医，任何痛症都有专科检查。香港地窄人稠，一般民众想到公立医院看诊挂号难如登天。慈济的免费健检补了这块缺口，让贫苦老人就近重视自身健康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周国伟、卢志德，香港报道。